各位小天使，恭喜你们完成了今年的课堂训练。受疫情的影响，训练课堂由两天面授改了做一天面授和一日的网上课堂，当中一定遇上了不同的困难和挑战，例如网络不稳，跨境的同学又不能够参与面授课堂，但是你们一一克服了。老师还跟我说，你们大部分同学都会准时出席课堂，还有 100% 的出席率。我更加知道小天使会自行上网寻找歌曲片段来练习，还会无私地在 Teams 分享，给其他的同学仔都能够观看。校长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和安慰。最后，校长特别想鼓励各位小天使继续在你们学习音乐的道路上努力，以你们优美的歌声继续感动大家，就好像你们的团歌 We can make a difference， 以你们的力量为这个世界 make a difference。